然是母子情况啦。啊，我的，赶紧溜，赶紧溜，赶紧溜。危险。我现在站立的这个位置就是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环州院的洞庭湖一线大堤上。那么就在7月5号6时许，我身后的这处大堤是发生了管涌险停，在紧急封堵失败之后呢，大堤发生了决堤。现在是晚间大概11时15分左右，我得到的最新数据，我身后的缺口宽度已经超过了150米。